我们现在鱼缸里面有几只鱼？27啊。这里27。嗯。加这只生孩子的27。然后小只的。9只啊。9只。有4只是上个礼拜生的，还有5只是今天下午生的。嗯。下午生的鱼妈妈在这里。鱼妈妈，嗯，鱼妈妈躲起来了。都怎么躲起来？可能还想生，所以它躲起来了。嗯，我怕。那大姐那个一生完45只，马上就开始吃。我想看妈妈。今天下午又去补充的6只新的公鱼，6只鱼爸爸都非常的漂亮，尾巴好大好长。我们的鱼缸越来越热闹了，现在开始觉得鱼缸很小了，再养下去要换鱼缸了。